来自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金淑贤。通路三州。厌世转。勾手三周。来自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金淑贤，今天的发挥可以用完美来形容。在上赛季的冠军赛当中，金淑贤她是全场女单年纪最小的选手，但是他又是全场难度最高的选手。在那场比赛我们认识并熟悉了他，一年过去了，今天我不仅看到了金淑贤的难度，我也看到了他的滑行，他的表演和去年相比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。开场的偷路三周，再接偷路三周。阿克塞尔两周，我们看到他的落冰非常的流畅，单跳的勾手三周。躬身转，金淑贤每一年都在不断的进步，给大家带来惊喜。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分数。
技术分31.74，节目内容分25.01，短节目得分56.75分，暂列第三。